一定会变得更强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陈子殿前辈送给我们的见面礼。哇！这是魔神之云的团长，有什么妙用？大佬的礼物，团长，你快讲讲有什么？灵魂锁链，史诗级辅助装备，是分能力连接在一起。 分摊所出的伤害，十级装备，他的功能是把我们七个人的生与我们的敌人、我们的生存几率也会大幅度提升。有了这件装备，哪怕遇到实力远大，是为团队作战而生的神器啊！还等什么？因为我们可是七个人，简直就是……什么？快点激活他吧！之外，陈子殿前辈还和我说了一些事。 除此之外，魔状才走心模式。然而魔神主坚，你该知道，只要魔神住在，就能稳到失败。原来如此。魔法淬炼，我们尝试过很多次，可魔神珠又从未被摧毁。不摧毁魔神珠，就无法完全战胜魔族。人类的实力一直在进步，史诗装备和以前无法摧毁，不代表以后不行。没错。 那我们就把目标和高阶秘技也越来越多，总能找到办法。只要我们继续变强，终有一天一定能定为摧毁第一根魔神柱吧。我相信，只要迎来真正的曙光，终结魔神柱带来的6000年黑暗年代，晨曦的光，应该就像是晨曦的光吧。 说将来我们晋升称号级联魔团，就这，我们就叫光之晨曦。妙啊！光之晨曦，这个名字吧。团长和副团长，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欲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光明，不愧是团长。时下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七人就是一个整体。在灵魂锁链的枷锁，咱们应该这样。 我与彩儿其次一起作为前锋，趁着韩宇正式加入之后的战斗，我想王媛媛、司马仙作为攻击手，侧翼协同进攻锋，林欣和陈英儿位于后方施展法术，既能为陈英儿、林欣提供保护，又有更好的。而韩宇的位置则在中央，为了处理战斗中的不利情况，我决定视野为全队提供增益，弥补团队这两方面的不足。 这就刚好弥补了。先后主要学习治疗和辅助方面的技能。韩宇兄弟，这可真对不住，都是高领队曾说过的。我们团队唯一的短板。夫人，你压力会不会有点大？不必多虑，就是因为我学不会治疗类技能，要照顾我们这么多人。团长的天赋压制共享，将我的先天内功，我与团长缔结互从契约后，天赋压制共享。 难道是传说？内灵力提高到80%。什么？不是说，中的光明之子的赐福？那岂不？我的先天内灵力97点。团长，就是光明之子。团长，的确符合传说中对光明之子的记载。让我也抱个大腿吧。司马仙。 我也是光属性，却没想到就是光明之子。我答应你，早就知道团长很强了，100点。副团长你那么强，先天内灵力一定也很高吧？什么？100？哎呀！ 看来以后只有咱们几个同命，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先天小怪物。那可是巨灵神血脉最后的传人，随着我的实力相连了，谁跟你同命相连？本姑娘力量也越强，那倍增长。巨灵神血脉与巨灵神之盾带给我的力，对吧？虽然你实力还不强，但你放心，你，燕儿妹妹，你肯定不会抛弃哥的。有样哥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我比你弱。讲。
以后哥来保护你。混天天才，先天混沌之体，混沌。本公主可是三水奶奶亲口承认的灵魂，是混沌之体。这在灵魂殿几乎是接班人。混沌之体。没想到陈英儿是混沌之体，不仅必定能修炼至九阶，人一样的存在。父亲说过，他一直被魔族所忌惮。那你还能沟通异界魔兽作为战力，这种存在。姐，本公主分分钟会给你看。怎么才四阶啊？四阶算什么？信不信？陈婴儿，液化灵力，五阶，灵力2022。知道本公主，你真的突破了？我也没想到，这么快啊！混沌之体的厉害了吧？你们都是一群。少年英雄龙浩辰，来来来，最新的战报看一下啊！血神黄凤霄，什么？这么牛啊！哎，操控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，不是吗？逼退魔神，能用王座？快给我来一份！来，什么钱啊？净瞎吹，他又不是神印骑士，这么钱？龙浩辰这小子，竟然这么厉害！可恶，一段时间没这风头，还能让他抢去？要是我在的话，这场战役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啊？怎么没看到？还有李欣，你在这场杀了吧！哎呦，小鬼！看到你的名字，真是丢我的脸。修成武王，绝美武刺而入迷，哎，你就承认吧，你也很威风。什么？你还不肯说实话？我已经干了800遍了，真的很难干啊！小美女，那我就跳到你说实话为止。还在这里安田？爷，你也喜欢我的舞姿吧？本来就滚吧！不可能，有什么鬼？这不是龙浩辰？你们是赤裸裸的嫉妒！公共场合扰乱秩序，执行拘留。走。喂。失败。第137次准骑士考核，这破柱子肯定坏。我68点，怎么还越踩越低啊？你们龙浩辰，这不是走后门那小子？就说浩辰这孩子有出息吗？原来是走后门，走到群魔关去了。小子们，我就说这些年怎么没见到他们？你们给我等着！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小子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关键火箭套装，只要9。英雄龙浩辰同款，管不了吃断，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了。19998，买不了。哇！你们快看，我家孩子留一头。都有。英真的耶。我听妈妈说过他们家以前是个拯救群魔关的英雄龙浩辰，是我们奥丁教官认不认识他呀？安静。以前就住在奥丁山。真的吗？真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。整个奥丁子殿就你们的声音最大，英雄龙浩辰吗？那告诉我，你想认识这个少年英雄？为了守护人类，守护山。你们为什么要成为骑士？驱魔关大捷，浩辰战良守护新人。你可真是教出了一位了不孩子，功不可没。一华，于九天之外，以浩辰的心性与努力，不起的学生啊。雄鹰注定翱翔于，或许再过几年，联盟的未来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。他们明天就会圣城了，哎，就可以交给这些年轻人了。接下来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，
我这个你真的不打算见他吗？不了，接御龙军团一团长，这个当老师的可不能落后啊。在上一场战役中，全部遇难，前来报道。一团患者，按照联盟的规定，你是那一千人中唯一的生还，未来你不必为生计发愁。 我们会给你一笔津贴，谢谢联盟的好意，但我可以回家乡好好过日子了。能说说理由吗？想等伤好了之后，就回御龙关他们的生命。而且我曾答应过一个朋友，既然只有我活下来，我就要背负起他们，成为一名强大的骑士。好，但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追上你。 成为一名强大的骑士，我等你，一定会追上的。在他身上，我竟然看到了几分英勇、执着。老师，正如您之前说的，能耗成的影子。江湖，你可愿？他确实不错。真的吗？不过。 我可能要辜负你，成为我的弟子。低于十点。天赋，您的好意了。因为我的先天内灵力，我能以九点之身突破五阶，你也可以。天赋，不应是任何人的枷锁。而且接下来，我也会前往御龙关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圣骑士长大人。难道？ 你不想重建新的一团？一团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，牺牲的战士们。啊，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那些已经……哈哈，圣。 各位市级猎魔团回到圣城，联盟已经问成，我们回来啦！欢迎。别墅，为你们准备好了别墅，你们现在可以前去休息。这一家了。走，去见识见识别墅长什么样。太夸张了吧！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好好睡。您等一下，盟主，请您过去一趟。龙团长，采儿，你们先去休息。 我去去就来。其实，我也正想去找盟主呢。盟主大人，来。表现得很好，多亏了杨爷爷您的驾驭神印王座之力，才使我们能绝地反击。我感受到了源源不绝的勇气与希望。王座有什么感想？ 可我还感受到了你为此，所有人都因此被鼓舞。可你已经被困于圣城这狭小的区域，付出的代价，每一把神接近百年，力量付出的代价也各不相同。神印王座皆拥有独特的至高境界。 拥有挑战神印王座的资格，但未来你突破正确的选择。杨爷，资格时，我希望你能做出正。但其中一把，却从未有。爷爷，我听说，虽然有六把神印王座，是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，有人拥有过。不错，这驾驭您王座。 他从未回应过任何挑战者。我去到一片绿色的湖泊上，王座的那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屹立在他们身边的，还有那里有很多白色的、发光的小路，而在骑士的身后，湖泊还有两座巨大的、望不到顶端的骑士雕像，在那上面，我的最远端。 是长长的阶梯。杨爷爷，
我想看到了一把发光的王座。那应该就是我的目标。这孩子可比我们当年练所有神印骑士也没有一人优秀太多。纵观骑士殿，我的孩子当然优秀，人提前获得过王座的召唤，为何却不肯见他一面？既然如此，这些年我与他数次战斗，与阿难的下一次战斗马上就要到来，也有个强烈的预感，我们的战斗极难分胜负。但这次我却与其让浩辰担心，不如不让他知道已将迎来终局。哦，在适当的时机转交给浩辰。行，请您将此物，这可能是我这个做父亲。女，你竟然要把这个交给他？